之后，我想它就会成为一个地标。空气突然安静，它并没有要接我话的意思，那我就只好让我们拭目以待。让我们拭目以待，它会不会成为七九八地标？王者峡谷，没有，我们穿梭在七九八里面，冷场，对，有点迷路，我们想去找木木美术馆。审美空间，差不多了。